迎收看华视体坛单元五二动起来，我爱动起来，我是林文。这个月有场拍卖会推出一张 NBA 球星 LeBron James 独一无二的球员卡，被预估售出的价格将会高达600万美元以上，大约是新台币1亿7000万元。这张卡片上呢有詹皇分别在骑士、热火、湖人三个时期从球衣上裁下的 NBA logo man， 世界上仅此一张，被誉为球员卡当中的圣杯，更被认为有望挑战史上最高价格的球员卡记录。我是林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